系。我们刀是不够的，所以不用上去跟他们干干。慢慢的拉扯消耗。上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乱上。就你上去拼的话是很容易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找从圣灵变成圣石，变了变好了。那我们去压吧，压塔吧。外表变了，不变的是目标和精神。其实不卡他漏刀倒没漏多。就很难受反正。男性没处理好的话他翻不了身。我操！这把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不介意的。哇，这个深海鱼，深海养了鱼，这个人，他如果乱的话，这不我就要把他换了。跟这个这波跟打野配合的，我需要自己去调外置，所以我按 F1 会比较多一点，会按 F1 会很多。我点地板，我就点地板 A 的，我点地板 A 方便一点。我点的还不是他人吧？他已经被锁定，就只有他能。
是在列传外。buff 能不能？怎么会出分裂弓？对面。最好如果不是那种优势，将图画彻底清空。分裂能够去打 AOE 效果。还有其他哨兵在场吗？这把。好像还没有完成。该偷野怪就偷野怪，拿的优势一定不能给对面反击的机会，知道吧？我已经受够了，够了，还以自己是最最擅长的。建立在你有能够发育起来的，就是我没有同伴也可以。这杰斯真负责，有些一些对线细节啊各种的。我已智谋，怪物不可逆。这会儿我们就站中，然后我们的刀是应该是形成不了那种绿白刀去打打人的，这种刀去掠过是吧？进行到下一轮刀。他们不回来的话，可能要一波了。别动！我这波放这个大招不一定有意义啊。圣石是我意志的延续。真的有些情况下出拦截真的黑的情况是比凯妖会舒服一点。装备升级能让我如虎添翼。
这有人是演员吧？我感觉他妈的这给。